吴可希热爱古着店挖宝，自打茶位女文青。去年以《再见瓦城》一片入围金马奖影后的吴可希，日前接受苹果搜身，身上行头多是市集挖来的宝。这件洋装是我在西门町的一家古着店买的，就是它是古董洋装。腰带也是一起的吗？腰带是我在之前去欧洲的那种古董市集收到的一种古董皮带的包。耳环的话是之前去荷兰鹿特丹影展，也是古董市集挖到的那种包。热爱古着混搭的他，手上的腕表倒是很先进。这个表蛮喜欢的，是因为它是智慧型，常常会去各个国家参加影展。我觉得这个表蛮喜欢，是因为它到了当地它就会自动转换成那个时间，然后它有一个翻译的功能。身上背的 Fossil 包看似小巧，其实超级能装。最近喜欢喝冷泡茶，包很可爱，突然拿了一个很大，没有，它很小小小包装，对，就我化妆师给我的，嗯，然后会有一些很简单的就古装类的东西，对，比如说气垫粉饼啊、腮红啊，还有一些补色的口红这样。在泰国山区拍《再见瓦城》，养成带湿纸巾的习惯，会带很多这种杀菌的，会带很多很多就是各式各样杀菌的纸巾，湿纸巾。薄荷棒也是必备小物哦，因为我们有一半是泰国工作人员，然后一看，然后转头过去看，所有人都。真的是人手一支哎，尤其是只要拍夜戏，一过一点。时尚动新闻，我们应该要就是谈赞助或代言之类。报道。